第19题，装置如右图，若滑轮各重2公斤重，物体重12公斤重，不计承重的影响，则施力 F 至少要多少公斤重才能抬起物体？我们看到物体的重量是12公斤重，那么这边一个滑轮呢，重是2公斤重，所以这里合起来有一个向下的力量是2加12，也就是14公斤重。上面呢有两条绳子在拉着它，所以呢我们的14除以2等于 7， 所以每个绳子要出力7公斤重，绕过来就表示 F 要出力7公斤重。因此第19题问我们说，则施力 F 至少要多少公斤重才能抬起物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7。